外面。哎，你往右，往右，等，你往右，我看到你了。燃烧肥油中，是不是给猪脚饭？不行啊，送四点多公里给四块钱，这感觉单价又变低了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郝威，欢迎大家来到郝威的频道。现在中午的11:34，深深打扮就是出来送外卖了，对不对？今天预计也是送两三个小时啊，中午坚持一下这样子。最近有在北京参加一些台办的一些活动，参加台办的活动过程当中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送外卖嘛，对。但是活动结束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回归本心啊，回归初衷，还是要回归现实，就是要赚钱的一个现实，还是要出来赚钱。现在要准备到千百家啊。平台已经给我派2单了，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一次性取个8单送啊。到了暑假之后，北京这边游客相当多，这个外卖生意也变得非常火爆啊。去年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，去年的暑假外卖送的少了，今年要趁今年的暑假多送一点，哎，太惨了。好，现在平台要派2单，目前身上是4单啊。上楼，偷餐可耻，空的却没人。米粒烤肉啊，米粒烤肉才20元，刚大碗。29，跑店的是。29出了吗？就是那个，知道了，这是好运的第1单啊。哇塞，平台又给我派单了啊！哇，太扯了，难道今天真的要给我塞爆吗？现在已经塞7单了。63出了吗？应该都是64没有，625没有呢，还没。63有一个水对吧？对，就这个。第2单。好，现在这附近这一排底商取3个吧，应该是3个。先拿一下这个晋南侯辣汁肉夹馍啊，86。86好了吗？86。86下边这个，来86。谢谢。肉夹馍好了。然后旁边这个杨国福麻辣烫，29。29还没好吗？就我的吗？29。啊，是。啊，点取餐的啊。啊，谢谢。好，这是2单啊。现在目前身上一共拿了4单了，还有3单再去取，不知道会不会给我派第8单啊？我最近速度蛮快的，平台应该是要给我派一下。来这边取烤鸭啊！到店操作失败，请打开 APP 手动操作。有美团10吗？到了。着急啊！啊，比较慢啊，我先去把另外2单也取了再过来。啊。去把另外2单给取了、啊，第5单跟第6单。好、哦，南城香啊，82。最后一下啊，86.68.68再扣。好，先老式红烧肉啊，64号。很好，第6单，好的第6单啊，6个单，美团10好了没有啊？哎，终于好了，谢谢啊，7个单啊。好、哦，他这个布局比较乱。不是你现在是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？我在外面。哎，你往右，往右，等，你往右，我看到你了。我看一下啊，60。天老师红烧肉是吧？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我的。等一下啊，总共要叫董先生，38.50。对对，行，谢谢啊。好的，送了第1单啊。对，不是很好送，这楼比较多，然后我对这个楼不是很熟悉。5号楼的2层啊，
从这边上去。202A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到了那个魔子屋。不是我的那个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那个放车那个啥。行。好，谢谢啊。四号楼五单元，开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来送那个莉莉烤肉拌饭呢，到这个宋家庄枢纽。你好，谢谢啊。现在身上还有两单呢，一直在燃烧我身上的肥油，燃烧肥油中。下一单是在斜对面啊，那个麒麟什么商务中心。在三五楼啊，8610。8603。八六一零说在哪里？就是8610。你好，这点华莱士。小心。好。来，这个第七单啊。客人说门口就好。504是吧？对。好。现在送到12:34啊，一个小时送了7单，7单的收入是37.2元人民币啊。刚刚送完7单之后，然后骑了2-3公里吧，那有2公里，来到蒲黄鱼地铁站这边，然后平台又给我派了2单，是好味的第8单跟第9单的啊。哎，开始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送餐时间。哇，有点累了，头有点晕了，没喝水，等下把这单取了再喝一点水。看能不能拿个3-4单往西面送啊，然后西面送完之后再去那个什么熊猫果园那边，看能不能再取一些单送回来，就是送个三角形这样子，先往东往北，再从北往西，再从西回到东南。那去前面的那个旺顺阁鱼头泡芙，29。29错了吗？啊？29。29。啊。还没好，休息一下。好、啊。第8单啊。好。等一下再去取第9单。优惠加美食城啊，取购月。购月猪脚饭。120。找定好了。120，结果谢谢。第9单。哎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到了是吗？对啊。哦，你可以去拿一下。猪脚饭是吧？是不是点猪脚饭？谢谢啊。准备到那个富莱花园，送到鱼头泡嘛。再跟着送9单啊。请到达尾号9312附近，200米后右转。距离目的地剩余200米，前方即将。鱼头泡饼啊，谢谢啊。
现在准备来取第十单啊，宜家乐购超市，从来没有来这边取过餐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，应该是新的店。然后它这个位置比较特别，在这个一个小区里面，电动车还骑不进来啊，只能用走的。今天这个可能比较重啊，好几瓶水，93好了没有？现在是第二个小时，然后现在手上这个是第二个小时的第三单。刚刚在抢单的时候，点进去一下它就不见了，所以现在过了12点半之后的这个订单也是比较竞争一点的，派的也稀稀拉拉啊。啊，您看像是高峰的时候一直呼噜哗啦一直派单，像现在就没怎么派，但是因为现在是夏天，这几天有平台有给补贴。我如果是在一点半之前然后抢到九单，就准时送达九单的话，会再补贴12块钱。那我今天应该已经达标了，因为1:19，然后我已经是有12单左右了。今天送单感觉不是那么的顺，没有自己想象中派的这么流畅。虽然是说一开始取了7单哦，不过路线没那么好。好，现在就接着再去送单，不看今天送的什么样子啊，会不会再早一点休息，不知道。剩余100，到店手机架。哦，还在美食城里面。姚记王7号。哎，感觉单不多，今天。还以为暑假都很多了，今天可能就送到1点多吧。重啊，很重。送第十一单啊，康博酒店。送外卖。对，姚鸡王啊。喂，你在哪里？要不要给你送上去？啊，不用，你放前台了，我正往下走呢。好，行，好，那给你放前台了啊。嗯。现在又过了一个小时啊，现在是1:40，送了11单，11单的收入是57元人民币啊。今天大概就送到这边了吧，我就不再搞下去了，没什么单。你看，第一个小时送7单，第二个小时送4单了、啊，然后再来就是非常淡。而且我今天看到好多送4点多公里给4块钱，就感觉单价又变低了啊。好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那么多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期待你的留言，明天见，拜拜。